们的季初甚至热身赛一开始，大家那一份要拼要去思考的一个热情。OK， 我们不够强壮，我们没有办法赢球，我们把输球变成一种习惯。我不喜欢人家瞧不起你，不喜欢人家说你赢球是运气好。把别人看不起的东西放在你心里面，永远让它变成你成长的动力。没有下半球技，球技还没决出来一半而已。40 points doesn't matter if you don't win.Respect， 尊重自己，尊重队友，尊重教练，所有人，幕后工作人员，武装战士，所有人，赢下这场比赛 ，Respect， 还有最重要的粉丝，所有的观众 ，Respect，Let's go。你们是加油，让他。大家好，这里就
大家辛苦。